腿给切了。第四块啊，第四块。嗯。哦，对，我还有个小甜点呢。好油！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仓鼠一个月能有这么高的工资？为什么牙不齐给我开这么高的工资？就是因为我能吃，一般人吃不了，所以说没有这份工资。就是因为我能这么吃，所以说我才能每个月能挣了这么高的工资。老弟，炫个小甜点啊！小小的一口啊，小小的一口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就跟你们说，我就不适合吃甜点。对，林老铁说了，我的工资一万一家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如果说这个月，如果说我跟排花的表弟我们俩配合的好的话，我这个月的工资绝对能破2W，绝对能破2W。我上次发2W工资，那还是去年年底，像对我帮助很大啊。喝口冷面汤整理好的，董小姐，谢谢。仓鼠多存点钱，真得多存点钱。我跟你说，行情这会儿不好干了，你知道吧？以前吧是主播多，以前是主播多，供应链少。现在是真的，老铁，现在供应链比主播还要多了。可能说的太专业了，你们听不懂。以前挣的多是因为主播少，是因为主播多，供应链少。然后吧，主播吧卖的品吧基本上都差不多。你们发现那个时候全网都在卖某大大的酸辣粉嘛，对不对？就最早时候两年之前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老粉丝，就是说从最早的时候快手就吃播行业还没有崛起，还没有兴起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全网都在卖什么某大大的酸辣粉，或者说卖什么老友家里的螺蛳粉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供应链多了，然后螺蛳粉后来十包八包的都有了，就内卷。所以说啊，你给七包，我给八包，那我给十包，完了我再送个勺子，那时间久了，就是你要知道现在就是现在挣的都不如以前高了。放冷面里面吃磨磨唧唧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。